可以哈、哦，期待你，我们在场的新众好朋友，等一下可以跟在我们的鸾教后面，咱做是我咱张桥子接风，咱开机开机，陪上新六妈都不会差多，咱的是妞，咱的顺风顺吼，咱来讲，行一步下一步，站一步行一步。可是呢，平常心有妈都不会踏步，绝对不丢。所以今天我们跟随的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郭台铭的脚步，当然平常心有妈都不会踏步，那来顺应速度，会当我们台湾平安顺时，台湾祥和。就注意观吼，咱遮大仙翁，咱众神将，各位尊神吼，咱就无不尊神。今日随同着咱天上圣母妈祖婆的脚步，由咱第一方着妈祖殿内大汉出世的郭台铭，恭请着一心目中信仰天上圣母开基妈祖。所以这是咱邦桥人的福气，也是咱台湾的福气。好，所以烦请现场的信众心配合哦。我们现在有违红龙的地方，好、哦、配合工作人员的指示。好、哦，现在让神将可以顺利前行。带来妈祖婆的心跳来准备嘞，来披甲哦。来，我们要准备了哈，就在这个南星里。哎，不对，不对，啊，对，南星里。来，南平立休站的哈，南平立休站拍摄哈。来，咱准备咱牛刷来接落去哈，过来是咱要来叫哈，咱的。啊，咱的主帅叫吼，咱的开机妈祖，来，刘刷来，来刘刷，来，开机的信众，台湾观众，咱卡罗牛红辉，来，开机妈祖的心叫性格准备要起叫啊，咱麻烦请各位大家来配合。好，来提醒大家哈，因为现在我们的大家的脚步都在挤红龙，真的很怕你们跌倒，拜托拜托，迈听这一点，咱右边微爽来收窄，我们前面这边拜托拜托。边哪边？边摆边摆哈。中间让出来，中间让出来，旁边。咱这边表情，正表情，天公路表情，正棒球最中。天上圣母开机妈祖乱加起家喽！咱大家用热烈的欢声来恭送着咱天上圣母妈祖婆，要来顺年顺福，欢声喊大声，以掌声代替别高声。每一位欢声的大声，对家己祝福愈悬，咱用着热烈的欢声来恭送着咱棒球最强。天上圣母妈祖婆的乱叫，用恁双手的拖声、热闹的掌声，哦，咱准备咱甲咱妈祖婆要恭送起驾，来顺是咱棒球大队，啊，完咱义工楼中小牛开一摆，麻烦一下哈、哦，我们妈祖的圣像现在就在天公楼前面，拜托。拜托，拜托，哈、哦！有亚裔的亚裔，无亚裔的双手合掌。各位啊，现在妈祖婆啊流着伊欢喜的目屎，要来看到咱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郭台铭先生亲身来扶桥，扶着伊心目中的信仰，来帮着最强天上圣母开基妈祖，要来顺行祝福。保庇咱保到台湾会当平安四时无灾，咱居民会当安居乐业。神威显赫的方桥妈，你就要保庇台湾人，善良的台湾人平安。
那么完成咱郭台铭先生上大的愿望，感谢哈，咱天上圣母妈祖婆，那么主持人，咱2023年北台湾妈祖文化节圆满顺遂。这是咱漳州人的骄傲，也是咱台湾的骄傲。咱郭台铭先生扶着咱漳州最终天上圣母妈祖婆，伊是目中上大的信仰开基妈。自细汉在这间庙出生大汉的郭台铭，今日啊，扶着伊的开基妈祖，要来顺应，要来护佑台湾，要来保护台湾，所以咱大家再次用热烈的呼声，来给妈祖婆，来给郭台铭先生一个爱的掌声。咱大家拍得像大声吼，迄个机台愈弹愈大。所以咱即摆看到天空下着毛毛的细雨，这是妈祖珠滴的目屎，来滋润了我们大地啦吼。天空产生这样的意象，人讲妈祖婆的珠滴已经有听到，嘛有看到吼。感念着郭台铭先生用心友好，为了台湾前途来打拼，各位啊，咱就爱全力。来支持郭台铭先生，在板桥庙口大汉，在庙内出生的郭台铭，今日再度回来板桥，凭着伊是目中上大的信仰哈，要来护卫着咱台湾的平安，这是咱非常的感动的一刻。所有的媒体，所有的大哥，我们拿着手机，别忘了将这份感动，我们把它分享出去，让全台湾的人民知道郭台铭先生。以及扶持他的信六妈祖婆，保护台湾，保护前途，保护咱的子孙的决心。谢谢，谢谢乡亲的捧场，给我们三个热气球。中上班桥，最终天上圣母升驾，起高！大家会当跟随着马祖婆脚步来随乡吼，短短几公里的所在，大家会当行一步下一步，下一页，站一步行一步，脚踏顺风，会当风风吉祥，祝福大家吼。